曾经以为我们会是一样，后来我才明白，同是一年级，却隔了一个台口的距离。当坐在台下，我终于知道，渴望改变的不止我一个。很想上去，知道你们为什么现在还坐在这里吗？因为你们还是旁听生。旁听生不用怕，新晋老师带你入行，带你飞。明日之星的一年级即将播出，水密码一年级大学季。